凉快了没有啊？大家爽了吗？爽了吧？这么热的太阳爽不爽？谢谢0125送出的小墨镜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哎，感谢0125。啊，感谢感谢。大家点点点点赞啊，点点赞！小三读一读，旺仔天气路，给大家通通凉。现在他在这里晒，我也在这里晒，我觉得这个天气还是蛮晒的。下午的话还好一点，要是今天中午的话，我估计撑不了了。还是小米啊，快乐自由的生活，台继续陪产了，现在。台现在继续了，正好跟科威在发展发展，对不对？他谈恋爱说不定啊。关键在科威对他还是挺兴趣蛮大一点的，就是他对科威。科威对他还是有点兴趣的。辛苦旺总和我了。旺总不辛苦啊，旺总是享受的。辛苦的是我，我是打工人打工魂，对吧？我是他们的忠实的奴仆，对吧？哎 ，nice nice， 你要不要凉快一下 ？nice， 拜拜，拜拜。哎呀 ，nice 来了，拜拜。我这都没不美丽，哎，莫非莫非莫里？啊，凉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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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是来大一号的来，大一号的小张宝来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洗一洗。对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喝一口。对对，喝一口啊，先喝一口，太热了。哎，主要放着就不配合你，你清水的味道。哎呀，你这么说，一直谢谢旺总啊，感谢旺总，感谢旺总。送来的一盆小酱宝，感谢我们旺总送来的小酱宝，对吧？对，我们是隔离窗户啊，就是不能近距离接触，也不能摸他们，不能碰他们的，因为大象是一个野生动物嘛，我们不用去训他们，因为是干嘛？你们所看到的那种跟大象近距离让他们躺下洗澡的，都是要经过训，都是要去换他们才行的，没有天生那么愿意配合的大象。原来大象他们也是有一颗自由的灵魂，也包括呢，其实他们呢也是野生动物的，对，要训过他们才能进去的一些事情啊，比如说什么吵架啦之类的东西，一般的话还是吵，不能。对，谢谢我们的闪电姐姐做出的神木镜，谢谢闪电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人家说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们的奈斯是不是有趣的灵魂呢？啊，陈奈斯。你是不是有趣的灵魂呢？你是不是万里挑一的小灵魂呢？啊，万斋，啊不对，是奈斯。哎呀，这个泥胎已经能弄得够泥的。哎呀，凉快凉快，酷心凉。